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打开的是蓝色的笔，为什么笔尖是白色的？等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玩具探索生活的凯莉。今天呢，佳佳，我们要来探索自由变色彩色笔。那么探索开始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画画游戏。我们来看看凯莉带来的图案，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呢？从左边开始呢，有冰雪奇缘、公主、玩具总动员，还有刚上映的狮子王。来，这个玩具呢有个特点，每个包装里面的彩色笔都只有封面上的这些颜色，究竟会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现在就拆开来看看吧。狮子王是最新的，我们来拆狮子王吧。背面呢有一个撕扯条，来，让我们把它撕开。那在这个狮子王里面呢有一个图案，狮子王的图案前后面都有，还可以这样像书一样打开，非常漂亮，图案很丰富。然后彩色笔是有五种颜色，褐色、绿色、黄色、蓝色、橘黄色。来，我们试试看究竟会是什么颜色呢？蓝色。首先打开蓝色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打开的是蓝色的彩笔，怎么笔尖是白色的？等等，朋友们，凯莉打开了蓝色和橘黄色的彩色笔，可里面却是白色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个里面没有装墨水吗？这个可能只是表面的颜色。难道真是这样？是这样吗？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凯莉在这里画了一条线，白色的笔尖却画出了蓝色的颜色。那么呢，凯莉在其他纸上试试，这是刚刚撕下的包装纸。没有颜色了耶。难道这个真的是神奇的魔法纸张？这个真的太有趣了。那么我们这样上色就可以了耶。这也太有趣了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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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。那我们继续试一试橘黄色。这个颜色一开始不太好画出来，但是慢慢的就有了一些红色，真的好有趣，有点像渐渐脸红的样子呢。真的好神奇。那么呢，我们继续试一试别的颜色，黄色。如果只能在这个纸上画出颜色，那我的手和衣服也不会被彩笔画得乱七八糟，这样妈妈就不会生气了。对呀，这样我们的手和衣服就不会弄脏了。要试试吗？在凯莉的手上画吧。在我的手上试试吧。真的没有颜色。这个在衣服上。真的没有颜色。真的没有哎。这个真的很棒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个褐色。颜色好漂亮。锵锵，我画了一个棕色斑点的长颈鹿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那我们再用绿色画一下草地。咻咻咻。朋友们，这个颜色呢一开始是蓝色，渐渐的会变成绿色。那么呢，因为狮子王里面只有五种颜色，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是不是会有别的颜色。好呀。拆开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一张图画图案纸，五根彩色笔。那么呢，我们就正式的开始画画吧。首先先选一个涂色图案吧。凯莉要画公主，讲讲，我要给人鱼公主来一个完美的上色。肯定会很好看。我呢，那就选这个爸爸和孩子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拆出了这么多的彩色笔，肯定可以画得很漂亮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涂色吧。我画得不错。我感觉跟海报一模一样。小艾莉，你觉得呢？是不是画得很棒？颜色上的好好呀。我现在要来给她的衣服上色。
快看看我的。怎么了怎么了？看这里什么都没有是吧？赞。哇哇，这是什么？很神奇吧。哇，原来背景也有颜色。嗯，哇，这个好像我们玩过的刮画。嗯，哇，太棒了，真的好神奇呀。哇，那我的背景也是有颜色的吗？我也要试试。好呀好呀。小艾丽，你的背景很漂亮，我的就有点……哇哦！嗯，什么？下面应该是更深的颜色。嗯，是吗？上色了，上色了！哇，你快看！啊、嗯，有一只小狗狗。狗？小狗？哦，温家的狗？啊，不是，是螃蟹。啊、螃蟹！螃蟹！我认真的看了一下，这底部是有图案的。嗯。你画好了？嗯，很快嘛。我也快画完了。好啦，成功！哇，给朋友们看看。嗯，一二三，大家！哇，小艾丽，你的也太漂亮了！对吧？狮子的嘴巴是不是沾到什么东西了？没有啦，颜色真的很棒。凯莉的呢？嗯，超级漂亮。真的很像人鱼公主吧？嗯，非常的生动呢。凯莉想把它弄成相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整理一下，放好。好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哇哦，睡得好香，是你们召唤了我。孩子们，谢谢你。啊、哦、嗯，图画成真了。哇、嗯，非常感谢你们召唤我们。你们唤醒了我，谢谢你。哇，这个真的是神奇的魔法笔。嗯，对呀对呀，是能够让图画中人物变成现实的魔法笔。你们还能够救出其他朋友吗？拜托你了。当然啦。嗯，你们也一起加入吧。来，你救白雪公主。来，你来救贝尔。然后小艾丽，你是灰姑娘。嗯，我来救艾莎。我们一起努力救出他们吧。好的。